第十题，有关于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的性质，下列何者错误？我们晓得，我们上课教过，碳酸钠跟碳酸氢钠都是白色的粉末，所以选项就是对的。碳酸钠跟碳酸氢钠都是碳酸盐，碳酸盐加硒酸会产生二氧化碳，所以选项 C 呢也是对的。我们上课也教过，碳酸钠跟碳酸氢钠它的水溶液呢都是呈弱碱性，所以选项 B 呢也是对的。而选项 A 就是碳酸钠跟碳酸氢钠的最重要的分别，就是碳酸氢钠受热会分解产生二氧化碳，可是碳酸钠受热不会分解，所以选项 A 的叙述是错的。好，错的。所以我们问第十题，问我们说下列何者错误，我们答案选 A， 加热的时候只有碳酸钠放出二氧化碳，这个是错的，是只有碳酸氢钠会加热时产生二氧化碳。